知道刚刚死线。对啊。天气太好，今天没有来的人太可惜了。停，注意啊，对啊，跟上 Lisa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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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Lisa 骑超快的，边骑脚踏车边听歌其实蛮危险的。好。哎、欸，你听得到哦？因为我刚好关掉。你看他也不看路，还在调声音。偷鸡蛋。干嘛停下来？我们还继续骑。不过我自己露营其实还蛮危险的。我们现在在三坑，三坑铁马道，非常漂亮。我们今在这个路上好多稻田。这一整个礼拜哦，我们超级幸运，因为这一整个礼拜全部全台湾都在下雨，结果礼拜六今天居然出大太阳，所以今天我跟你们讲，没有来的人实在很可惜呀、啊。下午我们会去哦，这个坡度我忘了调变速，哇，好难骑、下午嘛，我们三坑铁马道骑完会到新竹。哎、欸，新竹什么？那个啊，去海里海岸线那边。海岸新竹海岸线那个铁马道全名叫什么？那个海八景自行车道。海八景自行车道，听说那边更漂亮，所以大家拭目以待。